抓住啊。没问题啊。请选手准备。倒计时。加油！加油！西蒙！老王！加老王！加加加！哇！好，注意，我们刚才说到一定要准。好，来了，张张。这个太需要臂力了。张张。我的妈呀！好，来了，张张。身体现在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旋转。碰到还差一点。哇！哇！哎呦！初林赢了。张张摸到了。看看我们两位选手都开始进攻，两个手掉一个手，两个手掉一个手。啊啊啊！张张完成了对王老师以及喜宝的绝杀，哇，这么严啊！张张张张张张。获胜小组是张张、黄菲儿。爆冷啊！我没想过，没想到张张这么有爆发力的吗？他这个男队友肯定是不如我的。挑一个相对比较弱的对手去温饱，世事难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爷们儿，你还是我的王老师。我还真没想到他能比我快。嗯，确实是，我觉得他没这能力。所以说不能轻任何的敌人，任何人都很厉害的。第一下没到上，没事，没关系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在比赛当中有点焦急，出现两次失误。然后节奏就乱了。崩溃了。对。但是输就是输了，就是输了说明还是自己菜。回去该练练。对。下次再来。